拥抱，这是台湾，这是台湾，这不是中国，这不是中国，你立刻把它摄摄影起来。对，我们不要去摸它，我们不要去碰它，我们跟它理念不一样。哎，来坐这边啊，不要去碰它。我们跟它理念不一样。来，碰我们的，他先来碰我们的，他冲过来的。你来搞那弄来，不让你去啊！那天一家人来搞那弄。那我走过来的时候，就我走过来的时候，就故意还跑来给我，我就骂他你民进党畜生，然后他全部的人就围过来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你有本事跟我去讲。当然我可以要求你不要给我来。可以可以，我们都有收证。对对对，麻烦你过来哦。好，我知道就行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没有，我会全程收证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民进党的一堆人在推我，哦，现在有旁边还有民众，如果他们有人能够在现场的都可以作证，那请警察赶快过来。哦，证据都在里头。居然对，居然一堆人，他在跟我呛虾，我去回答他，他就一堆人过来，那现在就干嘛？那请你警察过来处理。好，谢谢。台湾，建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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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。
我们只不要跟我讲话了，我只是这样子啊，不要脸到极点了。哎，我们要建国就要被羞辱吗？跟我讲这个，你民进党不要脸了，跟我去监察院嘛。来，让你知道吗？有本事跟我去监察院来，蔡水扁出来了。我们不喊建国就要被羞辱吗？对，他是来挑衅的。我都收证，我都有收证的。你要讲话小心，你不要跟我讲，你不要跟我讲，等一下警察来处理。好，你们刚刚有没有对人推？你每一句话都是证据哦。那现在就是到监察院去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到监察院去就好。你对人推我，不要脸到极点。啊、好中国人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好，好不好？你走开，我就跟你讲，有本事不要走开，警察要来了。不礼貌了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叫警察把那一卷拿下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叫警察把那一卷留下来。他没有在动作，你就不要拍了啦。真的，叫他随时会有动作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没关系，我就看你要怎样。就是警察，有本事不要走开。这位就是警察哈。有本事不要走开。不要走开，不准走开！大家做见证，你有本事，民进党不要走开，不要走开。在嘛哈？不要走开。我在，高林人，我在哈。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不要走开就好，不要走开，不要走开，不要影响我们，不要走开，不要影响我们，叫警察来，不要走开，请到警察，不要走开，请到警察来，不要走开。慢慢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走开，有本事，请到警察来，不要走开，不要走开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警察去检验，有本事不要走开，有本事不要走开。来，那是台湾。有本事不要走开，留在现场。Michael，警察来了。对，那是台湾。安静，好了。